你们的门票是八点的吗？张老师，还看得懂吗？有下雨吗？有。没关系啊，这我花200万打到的。还看得懂吗？可以。时间有没有超过？没有。好，那就我怕等下雨下太大，没朋友，不会哦。不会。雨下太大，我是怕你们等下走掉，没有人要给我签名。我是担心这件事情，我最享受的时候就是等一下签名的时候，上班很累，你不知道哦。我麻烦2个小时了，你们到底有没有心疼你们的偶像啊？欸、我很想要学入广众呢，坐高脚椅，然后脚踢一踢就好了。我们家的企业板凳戏好了，板凳戏好累啊。好，好，一首歌，啊，这首歌也很好玩，嗯。